Thank you.
yang terhormat Dr. Angga Maiswasa Mas selaku kepala seksi seni Bapak Murni Direktorat Keseni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Maaf Bu, saya bahasa Mandarinnya. Cunjing de Cunggua Ju ini 大使馆文化创造收兵先生，咸康礼。尊敬的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各国分会主席们，尊敬的印尼福建报报业集团董事长熊德先生，尊敬的印尼福建社团。 联谊总会总主席，仪义林先生，尊敬的广藏总会总主席黄义金先生，尊敬的印尼广东事团联合总会总主席叶建新先生，尊敬的这位在座的华视领导，还有书法家的同道们、朋友们。 下午好。书法艺术将和平与友爱融为一体，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交流与互动，体现真善美内涵。“一带一路”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 合作共赢的精神。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在举行成立的旧这里的同时，举办“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是以寻求和传达书法艺术能够与“一带一路”相通、相融和谐文化精神。 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的这次首展，得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国家文化艺术部门以及中国侨界、书法艺术界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中国驻印尼大使谢峰先生，写了献词。中国侨联主席林金先生。 中国书法家学会主席苏世书先生，中国侨联副主席王荣宝女士，广东省侨联主席陈协元先生，中国书法艺术院执行院长张子先生，四桥书画院院长赵勇先生，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席。 陈志雄先生为大展做出了题贺书法，在此我代表大展筹委会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此次大展的300多幅书法展品，异彩纷呈。 来自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30个组成国家艺术家的精心作，专程从中国、美国、巴西、秘鲁、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瑞士、印度、中国台湾远道而来出席今天开幕礼的。 书法会长主席嘉宾们，以印尼书法家们和印尼各界嘉宾们相继一堂，共同挽手为传扬“一带一路”和发展书法艺术而欢呼。汉字和书法源远流长，历代华夏精英继承和创造出。 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宝库，在信息交通发达的上个世纪，书法从它的母国
迅速传播到世界五大洲的国家和地区。它的综合奇妙特质带给世界各族人民以欢乐和谐的精神享受，传递的是友爱和平的思想意识。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体现了我们来自五大洲书法界精英们团结进取的抱负和责任。大家共同要为书法在中国海外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而走在一起，致力共同开创海外书法的绚丽的明天。祝“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圆满成功！祝各国各地艺术嘉宾和全体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千里迢迢不容易，今天还有我们没有介绍的是中国光兴下一代公益书画院的院长陈辉先生，请大家掌声。他带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苏世富先生的握把。这个书画展的能够举办呢，都靠有赖于我们的华社，热爱于文化的华社，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能够举办这些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就是你们的支持，使我们能够举办的更美好。在此呢，我再向大家表示万分的感谢你们的到来，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阮总主席的支持。今天在雅加达隆重举行成立就职典礼，和举办“一带一路”首届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我谨代表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总会所在国的印度尼西亚书法家协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个谈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刚好在我们印尼国会有一场重要的演讲里面就提到了一带一路。当然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国外提到的，这一带一路就在印尼，所以第一届的大会，第一届的成立能够在印尼举办，实际上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很符合刚好一带一路就在印尼说出来的这一句话。以前中国就是用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没有想到呢又动用了这一次的书法外交，让全世界的人不要忘记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的书法展现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亲眼，刚好我呢跟一林兄大家都在北京受邀参加那个奥林匹克的开幕式，所以呢我有这种感觉，来之不易，现在又得到世界各地的人来支持，世界各地的精英，全球39个国家来，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一定会把印尼书法家协会搞得有声有色。另外呢，我们也希望经过这一次的你们的到来，把一带一路的书法家协会呢能够让我们涌入更多的主流，让更多的印尼各大民族能够开始学书法，这样子的话呢，让全印尼的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的书法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最后我觉得撸起袖子啊加油干，这也是习近平主席的那一句话，我们希望呢
大家书画家的协会，全球的书画家协会，大家手拉手，心连心，撸起袖子，加油干！谢谢大家。最后预祝我们今天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呢，也预祝今天全球39个国家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祝你们天天快乐，年年健康。谢谢。尊敬的周兵参赞先康礼。Yang kami hormati Dr. Anda Ibu Meihua, Bu Meihua itu buah ros namanya, jadi cantiknya kayak ros. 尊敬的朴素丹舞蹈主席、游击队监事长、阮延春主席、李秀贤主席、黄玉清，我见到了。Hello, Pak Kun, Tora, Pak Kawar。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书画家们，大家中午好。午夜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季节，但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充满欢乐愉悦的日子，因为大家目前在庆祝台华人书画家协会成立大典，自己同时举办的有39个国家、亚、欧、美等书画家名家的共同建立的“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画大展，让大家大开眼界。在此，我谨代表印尼福建省转隶总会全体同仁，即我因为是书画协会的荣誉主席，所以我代表雅加达中华书画协会向不辞千里远道而来，据世界各地艺术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举办此次展会的组委会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辛苦了，并且在此向活动的所有嘉宾致以良好的祝福。中国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发展5000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名著符号，刚才你讲的对，它统领着中华美术的其他门类，为中华美术之魂。书画是艺术，也是一种养生之道。书画能够通过作品把书画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道德、个性等等自示出来，正所谓自如其人。今天有39个亚、欧、美国家的书画名家共同现役展出了近300幅的书画精品，正是体现了你们的个人魅力和心情的耕耘，不断创新的辉煌成就，你们为中华瑰宝的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印尼世界的友谊创建了新的平台，请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艺术家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大家通过这次的书画的交流，学习书画家们的高尚的品性，为发扬中华传统美德而共创美好的和谐社会，也希望书画家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拜此当头更进一步。最后，祝海外华人书画家协会的路走得更高更远，祝愿本次庆典与画展活动圆满成功，也祝在座的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大使谢峰大使阁下发来了贺词，在此请允许我宣读谢峰大使阁下的致辞。
贺词，值此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大展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表示热烈祝贺，对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绚丽的花朵。这次书法大展以弘扬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精神为主题，聚集了世界35个国家地区华人书法家300多幅作品，主题鲜明，内容深刻，名家云集，精品荟萃，体现了海外华人书法家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极大热情和高度使命，也是一次传播一带一路精神的盛会。对于推动印尼书法文化的更加繁荣，对于促进世界书法艺术的发展，对于建设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大展在印尼举办，并由印尼书法家协会承办，充分表明海外华人书法界对印尼书法界的关注和支持，也体现了印尼在海外华人书法界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我衷心希望广大海外华人书法家以文会友，以艺传情，通过书法艺术的交流与借鉴，通过展览、笔会、比赛、交流等活动，搭建海外华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桥梁，增进“一带一路”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让和平友谊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当前，中印尼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政治互信加强，经贸投资扩大，人文交流活跃，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展。我相信，本次大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会推动中华书法艺术的弘扬与发展，也必将为中印尼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们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贡献力量。祝“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圆满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谢峰，谢谢大家。吴树丹主席有一份墨宝要赠送给谢峰谢大使，请周斌参赞转赠给谢大使。Yang terhormat Ketua Pembina OCHA, Ibu Hu Sutan. Yang terhormat Ketua OCHA, Bapak Steve Yen Nadira. Yang kami banggakan, pimpinan Asosiasi Kaligrafi Mancanegara dari 40 negara. Yang semua saya lihat ini bangga. Saya sudah melihat hasil karya kaligrafi bukan main. Bagus, hebat. Dan atas rahmatnya lah maka pameran seni kaligrafi The First OCHA Kaligrafi Exhibition dapat terselenggara dengan baik. Dari asosiasi, Ibu Sultan memberikan cenderamata kepada wakil dari Departemen Budaya dan Pendidikan. Tuan 主席，尊敬的吴树丹主席，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周斌文化参赞及夫人，尊敬的
世界瑰宝艺术中心何玉琴主席，尊敬的国际日报熊德龙主席，尊敬的诸位贵宾，尊敬的各国主席，尊敬的诸位书法同道先进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17年5月6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在中国书法历史上，在世界、海外华人书坛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日期。今天在各国主席和书法先进的见证下，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了，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互相祝贺。从今以后，遍布全球各国的书法团体、组织和同道们，可以在这个以团结世界华人书法艺术家及弘扬中国书法为宗旨的平台上，团结、合作、交流、提升和进步，并尽心尽力在海外为传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做出实质的贡献。诸位同道们，孙中山先生孙文学说有一句话：心信其可行，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心信其不可行，虽繁掌折枝之意，亦无成功之时。2年多前，当创立组会的时候，只有寥寥数国，意见也多，并有人并不寄予厚望，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越艰难意志越坚强的信心。而今会员国已达39国之多，几乎囊括了5大洲全部有书法团体的国家，会员国还在继续增加之中，势头非常使人振奋，非常可喜。各位同道们，今天我们海外华人书法家终于诞生了，除了大家同心协力以外，我们必须敬佩印度尼西亚乌素丹主席、阮彦春主席及印尼的同道们所表现的坚强毅力、信念、热忱、包容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为了表达我们衷心的敬意和感谢，请大家给他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谢谢阮彦春主席、吴素丹主席，谢谢。今天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以一
带一路首届书法大展也闪亮盛大登场了，让我们也给展览的成功盛大和自己高水平的墨宝给予热烈的掌声祝贺和温馨的鼓励。诸位朋友，诸位同道们，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但是我们也知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要我们一本初衷，团结努力，精研进步，本人坚信我们海外华人书法家中一定能产生无数的大师和传世的经典作品。中华文化书法艺术的传播也能与时俱进，在海外春花烂漫，花团锦簇，大放异彩。现在请允许我以最诚挚的心祝愿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和在座的诸位同道先进风鲲鹏高飞九万里，前途无量。谢谢。中印光荣，胡主张主席、阮迎春主席、各位嘉宾、各位书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届海外华人书画大展今天开幕了。首先，让我代表美国中国书画家协会热烈祝贺以阮迎春主席的筹划海外华人书画家成立大会。这不只是海外书画家的盛会，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盛事，有全球五大洲39个国家和地区的书画家的明星人物聚集在印尼雅加达，共襄海外华人书画发展大计。希望在大会的共同努力下，举办有意义的国际性的书画活动，不仅是我们这个会，不仅是我们是我们大家的大家庭的会，也是世界书画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活动我们以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鸣为宗旨，让一带一路中国梦发扬光大。美国书协是2009年成立的，经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授旗下开展各项工作，也是在世界各地书画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美国书协与海外书协共同创建中国书画艺术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祖国华龙昌盛。最后，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好，谢谢李兆英主席，请留步。美国中国美术协会主席黄春云，请上台。
允许我仅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舒世树主席，代表欧洲中国书法家协会季月琪主席，向大会的成立，向书法展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祝各位领导、嘉宾、书法朋友家家幸福，事事如意，身心安康。谢谢。我们要特别感谢印尼同道盟，华文旅60年代在曾经在这里销声匿迹了30多年，现在印尼书法界在吴主席、阮主席以及印尼的同道的这个努力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为海外华人书法家的筹备成立以及本次展会的顺利成功举办所付出的辛劳是值得大家肯定的。同时我也对我们各国的同道为本展在各地所做的努力，促成这次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这个世界书坛大盛会，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让我也在这里引用习主席的两句话作为注脚，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这里恭祝大家万事吉祥如意，谢谢大家。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一带一路世界华人书法协会的盛情邀请。尊敬的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辅导主席胡素丹女士，尊敬的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总主席阮渊春先生，尊敬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斌先生及大使馆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道、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大展在美丽的椰城会场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世界瑰宝艺术协会向为本次展览活动付出不懈努力的胡素丹主席、阮渊春主席以及参与本次盛事的各主席团联合主席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本次大展的盛大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华夏子孙皆以维系的感情纽带。此次海外书法39个多国成员“一带一路”主题书法展，集中展现出来来自40多个国家300余幅书法精品，可谓名家云集，珍品荟萃，异彩纷呈，美轮美奂。这是一场艺术盛会，也是一场精神舞蹈。我们深信本次大展将进一步塑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深入弘扬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
共赢的“一带一路”的文化主题，拓展友谊、和平、亲善发展的国际文化使命。同时，我们也热切期待着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人志士一道，为中华民族之复兴，为华夏文化之传承，为东方艺术之弘扬做无限的努力和贡献。书千秋史册，法百代文中，热烈祝贺一带一路首届海外华人书画家协会大展宏图。谢谢。谢谢贺玉琴主席，请留步。辅导主席胡树丹女士为世界瑰宝艺术协会顾问。Thank you.
Thank you.